72岁的老大爷做正宗的吃乌拉面。今天我们在浙江诸暨吃乌镇看一看正宗的吃乌拉面。哦，三鲜的啊。吃乌的打面名气很大啊，但是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正宗的手工面。手工面啊。哦。大爷，您做这个多少年了？40年。啊、哦。那个后面写的老鱼打面，您是老鱼是吧？对。哦。是不是很费力气啊？对。习惯了是吧？对，我都是跳的，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。都是72岁。哎、就是我打27天。大爷负责打，大妈负责下面。对，打面就是刺乌最有名的小吃啊。对，最有名的，也是最正宗的。最正宗的啊、哦。嗯，里面现在都是差不多都是机器的。机器的，没有手工的，手工很少，不多。一般一天要用多少斤面、啊、我们不多，总是20来斤。就这一块面大概有多少？4斤7两到5斤面。啊，那你一天大概要打5、6次？对，5块差不多。我们八几年烧的时候都是手干的。哦，手干的。哦，这样可能更省力啊、这个慢慢自己摸索。哦，自己摸索的。自己改进了。我们84年烧面。84年开的。6.8一斤猪肉。一碗面三鲜面只有2.5毛。哦，还要粮票。对，这一块面要反复这样来多少次啊？这个啊，都是挺多的，反正我进进出出也不少，也不少。哦，大爷身体很好，还能干这个算体力活了？不，现在已经习惯了，不是体力活。哦，已经习惯了。哦，也好像很平常一样。哦。哦，要动一动才舒服。这样动惯了，40年了，动惯了。对，这样动对这个人啊，身体有好处。哎，很多老年人没事还要锻炼。大爷，你不需要锻炼，每天都在锻炼。对。我们不用锻炼了。对，每天都在锻炼。大爷，这边这个酒是卖的还是什么？他们一定要吃，我也卖点，无所谓。也卖？怎么卖啊？白来讲嘛，都是7-8块一两。7-8块一两是吧？嗯。好的，你给我打3两行吗？哦，可以。啊，打3两啊，吃碗面。没事。到这边吃打面的人喝酒多不多？多啊。嗯。反正我自己也戒掉22年了。啊、当年酒喝一点，喝个2两，晚上2两，中午2两。每天要喝点老酒。哦。50年多了。哦，像这个打面，大妈吃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啊？是要汤面呢，还是拌川啊？你喜欢吃哪会一点嘛？吃汤面，反正面都是这个面，就是你的料不一样。干体力活的要弄点白酒解解乏。对，是这样。喝了多少年了？喝酒啊？那我在部队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都喝酒有一斤。我来一个拌川，来一个牛肚肉丝加一个鸡蛋啊。牛肚肉丝27，加一个鸡蛋2块，29。我们先搞面，搞完面我们来打酒。我们的牛肚，你看。哦，看到打好了。打好了是吧、啊？马上就可以切了啊。对。你看呢？哦，这个面有劲啊，对吧？这样呢，我随便这样呢，搞一下都挺漂亮的。啊。你看都漂亮。漂亮漂亮，真漂亮，啊、纯手工的。哦，大爷来切。在那切的话，行啊，稍微切个细点就要。粗细都一样吧？嗯，差不多。切40年了啊！大爷大妈配合的非常好，一个下面，一个炒焦头。我们都是现炒的啊。你看，这个面肯定好吃啊！不说要吃手工面，加点什么？拿个雪梅，加点笋片。挖的笋子，背包。
哎呀，这碗面肯定好吃啊。那因为我们鲟、雪菜都自己搞的，都是自己做啊。哦，鸡蛋肚子，漂亮，这是牛肚面，牛肚面啊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那这里，好，来，大爷，您还有一件事忘记了，您给我打酒啊，打三两。好的，你看大爷这边都是好酒啊，自己还的酒。我自己也喝二两，也喝二两啊，我就喝三两啊。你年纪轻，我年轻的时候，起码我都要喝六七两。哦，一勺是一两是吧？嗯。哦，三勺，哎呀，我闻到酒香味了。哎，真的很香的。这个师傅要吃，我就破例了，破例了，谢谢大爷，我今日不卖，多一点。哎呦，好好好好，多了怕喝不掉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好的啊，我自己也可以摇好了。哎呦，这是你自己喝的？啊，我二两二两，我也要喝了嘛，都自己做的辣椒酱。哦，也都是自己做的啊，挺好吃，自己种自己吃。哎呦，全部都是手工的这边。对，小酒店是美食我有，我们尝尝大爷的好酒。可以可以，挺好吃的，好吃好吃。大名鼎鼎的慈武打面，全是手工做的，里面的笋子是大爷自己上采的，面条大爷手工做的，看看有没有食欲啊。酱的话是拌在里面吃还是单独吃啊？都可以都可以啊。看一下它的辣椒酱，哇塞，两种椒自己腌的，辣椒也自己种的。对，哇，吃这个就要吃这种原生态的。大家看一下，上过杭州电视台的大爷，我们到了慈武第一站，很随缘的到这个地方，没有去刻意的找。我是并不是太喜欢吃醋面，但是它真的和我们以前吃的这个小道面正不一样。慢慢喝酒啊，不了，酒挺香的。这边正有劲。真的，你得自己弄的。大爷送到每年他自己努力努力让我吃吃。搞点吃吃。铁路方面的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生740。到这个地方不需要去饭店吃，就是搞点当地很有名的小吃，弄点小酒来一下子，大家觉得这个舒不舒服吗？屏幕前肯定有很多懂慈武打面的朋友，慈武的老鱼圆馆在你们当地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个大爷的手艺是不是非常好？我们评论区见。大爷忙完了也搞点酒，我们配一下啊。大爷，祝您健康长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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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事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了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这个酒是多少度的？现在只有52度，那个时候就56度泡的。哦，高度酒啊，我都怪不得我脸都有点红了。你看，大爷72岁了，一天一顿二两酒，每天要喝2顿，能吃酒，能吃肉。肉我每天都吃。每天都要吃肉是吧？不吃肉